好啦，繼續啦，今日我哋呢、這個，哋終於入戲獄啦，講咗一大堆冇乜。冇錯，九姐先係主角，九姐同埋尤麗兩表女主角同埋女女主角。即係呢個炸彈女同埋呢個菜刀。病嬌，病嬌都冇。菜刀對炸彈 VS 盾，即係遠程對近攻啦。係咯，嚇。咁啊，嗱，女主角點解話係一個北嚟嘅咧？當然啦，除咗佢嘅武士刀無傷啊，或者菜刀無傷啊，總之各種武器無傷啊。即係嗱，例如嗰啲咩頭先我哋講過啦，阿五號小朋友話咩粒執車釐子重咗啊，我諗佢檢測機啫啦，咁樣啊，咁樣攞住把武士刀亂咁劈啊，跟住接近可以被。但唔係，武士刀係問題，即係對手用槍嘅，我想講。係啊，好恐怖㗎，仲要中彈中得好少㗎。有中過彈咩？邊有啊？有㗎，有中過彈嘅。總之，哇！即刻拆彈啦，應該話。好恐怖，大佬。仲有啲咩開鎖術啊？咩好文啊！我在背後望住你啊！啲開鎖開鎖術啊！呢啲唔係技能嚟㗎，唔好意思啊。技能嚟㗎咋？咁總之就。哇！佢主角威能開得好大喎、哦，咁樣咁其實即係作為呢套嘢不合理或者俾人救病嘅地方啦。咁當然啦，佢有個背景資料嘅，點解其實可以算係 back up 翻話佢嘅原因咧？就係佢係一個經驗玩家，點解咧？佢係一周目聖者嘅聖者，即係佢做咗神㗎啦。佢做神嘅方法，佢做神嘅方法咧，就係話大家都係玩殉情嘅，但係殉情佢又好，佢又扮屎。將粒藥含咗喺脷底，即係啲細路仔呃個糖食咁嗰啲咧咁樣，咁結果發覺啊，佢係復活唔翻阿雪輝嘅，因為復活唔到靈魂嘅咁樣。咁於是佢係索性最簡單嘅辦法就，唉，咁我要重新嚟過啦，我玩第二週目啦，咁樣就變咗做嚇。咁因為佢本身玩週目，咁佢就諗住可以不斷咁 loop， 咁就不斷同呢個雪輝咁不斷可以無數個雪輝打，係啦，無數個雪輝，即係永遠持續住呢個咁嘅關係啦。某程度上同阿小圓差唔多，都幾變態嘅啦。唔係小圓係小圓要諗辦法突破呢個困局，一種小圓破佢冇諗住突破，佢諗住繼續碌落去就無限碌就係要。呢個真係碌。係啦，好。呢個就純粹係碌小圓。人哋爆唔到機要碌，佢爆機就再碌多次要玩多次。小圓係要停止個碌喎。佢係搏命碌去揾個方法停咗佢。阿小圓係做埋啲咁樣。佢又破咗機啦，冇我再碌多次玩，再爆又再碌再爆。咁總之成件事就係。O.K. 恐怖啊！咁當然啦，佢作為一個經驗玩家，其實道理上就每次唔同嘅。咁但係佢依個意願咧，就比二周目即係其實故事而家試點嗰個啦嘅雪輝咧，就算係突破多咗個人，多咗個人。係因為就有個問題出現咗啦，就因為嗱，佢二周目其實簡單啲講咧，除咗佢自己 copy 咗之外咧，就係、是、神嘅仕途咧都 copy 埋嘅。因為佢都係生存到下一個，因為神係隻仕途噶嘛，即係嗰隻 Mulu Mulu 啊嘛，嗰隻淫獸，嗰隻淫獸啦，你中意叫就嚇，咁嘅物體啦，咁所以同樣從你就會產生咗兩隻咁嘅嘅嘢啦，咁嚇宙斯又發覺到少少端倪啦，咁於是咧就趁宙斯仲未死嗰陣咧，就捉阿九號爆炸姐翻嚟咧，就喺佢死之前將啲就俾啲灌入去，灌咗一半力量俾佢。佢係之前去阿九姐去揾佢，即係衝入大廈去揾佢嗰陣時已經係懟咗啲嘢俾佢㗎啦，跟住咧係燒咗佢記憶，唔俾佢唔知。之後喺九姐喺度玩自爆嗰陣時咧，救翻佢啦，扯翻佢條命咧翻嚟。咁即係時空王已經發覺有啲問題啦，咁所以又搞堆咁嘅。咁所以咧，九姐係變咗另外一個不人物啦，就因為佢係即係已經半個神嘅存在啦，變咗做即係佢可以即係同嗰啲 Mulu Mulu 打啊，或者係佢要了解知道成件事係點樣啊？最起碼識飛呢啲都夠啦。好緊要，因為尤拉而家係個筆嚟啊！你如果你個對面對手冇筆嘅話，點打大佬？即係要筆打筆啦。所以臨尾就神力大戰咯。軍人叫咩事啫？大家揮龜波氣功嘅，大家都。大家都拳頭交龜波氣功嘅。係咯。日記喺邊啊？唔知喎，呢個未來記嚟嘅邊度？即係史摩冇日記，阿九姐本日記已經報廢咗。即九姐之前已經完咗啦，咁就已經 game over 勾咗 game 啦，而家變咗 GM 啫嘛，即係佢係啊，變咗 GM 啊，或者 NPC 啊。唔係佢語條話係佢係嘅，佢好似 NPC 嘅幫助，佢一半神嚟噶嘛，佢購買公司半股份啦，已經係死都翻嚟啦，理事力強，算啦，真係啊！所以你記得後面咧已經變咗神力大戰、超能力大戰，你已經唔係咩未來日記嚟嘅，即係錯曬啲嘢。系，总之就好奇怪啦。咁仲有一个人嘅，我哋就系呢个阿变态，BL 啊 ，BL 心爱就雪辉的男人，阿侦探，阿侦探，佢可以成为最出色嘅侦探啊嘛，咁样系咯，所以有个贤夫喺后面。咁佢就唔系有个小兰嘅，唔知点解佢就要啊，我要雪辉咁样。
咩就一见钟情嗰阵嘢，跟住仲要嘴咗佢咁样，哇，好多人惊啊！好鬼顶唔顺噶，你知唔知睇？我你知唔知睇漫画都吓喎？仲要搵埋石田章嚟，死啊！唔系几好啊？唔错啊！我你话好彩，好彩阿雪辉唔系搵阿宝治嚟配嘅，点会仲大镬？搵宝治嘅粉红魔女嚟配阿阿油奶嘅咯，咁啊佢配唔到咁癫喎，粉红魔女。人结婚啦算啦，即系田中美惠。我哋你系他紧呢个设置啦，我哋咁啊，佢点解咧？佢系一个观察者啊，佢系前面冇讲到，喺后面系啦，佢系阿宙斯整出嚟嘅嘢嚟嘅，你当 database 咯。咁所以佢就乜都唔系，其实佢又好似乜都系咁样，即系一个好奇怪嘅存在咧。总之系吓，人类以上，但系未知生物呢个巡门游戏，人类形态嘅对外界接触系嗰种啦，系嗰种啦，巡门嗰类啦。是那種啦，咁所以就變咗奇奇怪怪人物啦，即係所以佢可以玩咁嘅左右手古銀仔、古電話嗰啲啦，嚇、啊、會有依類咁嘅情況出現咗啦。咁但係佢對雪輝嘅愛實在太大啦，大到佢嘅一個頭色喐嘅咁個。嗰啲筆啊，唔好講啊，唔係，話唔定佢個大佬喺下體咧，唔係上面咧。都講咗唔好玩埋啲咁嘅 game 啦，你。我哋解釋一下啊，從問你。呢啲唔係解釋嚟㗎。就算男人好多事都是下半身去思考的，即使呢件是事实，我承认呢件是事实，但系唔该，冇办法。佢对雪辉都是咁啊，真系。你承认，即系你承认你自己嘅嘢，同本节目立场无关噶。我承认我呢个嘉宾系同本节目无关嘅。嗯，冇啊，就系咁。即系佢原本自己初头写，所以有三个北嘅人物，令到呢对嘢更加北啦。咁但系头先我哋讲过咧，佢嘅真正开始发癫咧，就系。呢、這個 BL 男出嚟嘅，即係第一個北嘅人物啦，即係第一個知道佢係北嘅人物啦，都算係一個，即係北得太出樣啊，或者可以話係，即係完全過個主角風芒。即係大家睇動畫都會覺得，哇！你古銀仔嗰度點解咁奇怪啊？雪輝都嗰本嘢都 detect 你唔到咁樣，即係開始已經有啲唔合理啦咁樣，啊會出現到咯咁樣，咁亦都成為咗呢套作品俾人救病或者俾人插嘅一個即係所謂咪係地方。純粹話你想點就點就咁就係，作者想點就去點個改人。即係所謂老屈啊，扭橋勁過呢個火鳳連咁樣。有冇咁誇啊，大佬真係？咁當然啦，頭先我哋成日都喺度話有啲問題係咩，例如話好似話啲嘢冇交代，咁但係就諗翻另外一樣嘢就係。佢頭先我哋所講到就係佢呢個比喻啦，佢係 Pokemon 形式嘅，打完一個場館佢係一個場館，打完一條友就打第二條友嘅。咁、所以之前嗰條友係從來未出外現嘅，咁佢亦都係冇任何交代嘅。咁、以翻佢作為一個如可連載嚟講咧，佢每個人物大概都係打一期到兩期，咁但係同樣道理咧，動畫都係打一集至兩集，基本上之前嘅人物係冇出過嘅。咁所以咧，基本上冇任何嘅 background information 俾到大家嘅，所以話點解養狗條有個女啊？阿老師之前做過啲乜嘢啊？嗰堆兩條仔啊，嗰啲越多好多咁嘅嘢啦，即係一大堆咁嘅嘢。其實佢全部交代嘢都係做唔到嘅，因為你做一個大亂鬥最基本嘅，每個十二個參加者至少講明佢身份先。因為佢每個人物都係一出就即死㗎嘛。因為主角方唔知問題，但讀者要知係咩人嚟先。一出就即死㗎啦嘛，即係除咗有幾個唔係嘅啫，即係啲咩狗姐係狗姐啊，好耐先，或者第二女主角嚟警察大叔啊咁嗰啲，咁點解你哋話特別在意就係警察大叔佢個咩個仔冇出過？其實個原因好簡單啫，因為阿大叔出得耐，但係全部講公事冇講屋企咁解啫嘛，其他嗰啲人你唔會覺得有問題，因為。出兩集佢就死咗啦，預咗就炸彈嚟咯，預咗炮灰，冇你唔會在意佢噶嘛，因為佢猜翻係死啦，咁變咗個角色營造方面就比較薄弱。咁調翻轉啦，你可以話佢個主線咁樣可以好令佢好充分咁樣集中翻喺男女主角度。咁但係當然啦，阿尤娜嘅性格轉變基本上係冇嘅，不嬲都係 Yuki 咁樣咁嘅啫嘛，一壞壞到底，一病病到底，不嬲就冇任何轉變嘅，淨係目標就係要諗住咩6月25號嘅 Love Love， 我唔記得有冇記錯啦。咩啊？咁濕培育啊，真係幾正嗰啲。咁樣嗰度我記得漫畫有個好大嘅 full page 嘅，咁所以香港個版係俾咗18嘅，唔知點解。咁樣調翻轉啊，雪輝嘅廢男情緒咧，基本上又係冇嘅，佢只係有死老母嘅過度刺激。死老母死老豆啦，咁相親死亡啦，同埋後尾嘅話，我要救尤奶，咁樣好似有個小爆竊之後，基本上又係冇嘅，即係人物性格其實
你话佢老豆老母出嚟有冇用咧？我唔会绝对话佢冇用。咁但系，对个人物性格塑造方面，其实就唔算好有好大嘅帮助咯。反而你话佢同阿九号嗰啲对话，即系同阿爆炸姐嗰啲对话咧，反而仲更加突出，因为个对比性真系喺度，可能会做得更加好。咁其实呢度其实佢个剧情发挥咧，可以玩得好好，但系玩到出嚟唔好，其实就建基于话。人物用完就死啦，一出嚟就死噶啦，啊！即系佢拉打嗰啲本周一怪嘅怪人打法咁样，一句话失即系唔系揸鼓嚟嘅，一开波打到最尾都仲见到，佢唔系啊，大佬一场就死噶啦，大佬咁啊几嘢，即系一年战争嗰啲机咁样咧，强人一出嚟就死噶啦，咁嗰啲咁样，强人咪两铲兼望法啦，系啊，一出嚟就死啦，所以唔知点解吓。咁啊，即系好似阿马叉除咗部揸佢部红揸系揸耐啲之外，全部都系一场一只，即系一次又换一部啊嘛。唔系呢个举例啫，唔好深究。喂，作为你。之前講得咁勁話十二位參加者，你乜都冇做過，出嚟一下死一下死，咁出咗鬼都，咁即係要俾個油奶屈機咯。即係至少你做一個，即係我期望係咁嘅，即係可能十二位玩家有幾位就分咗唔同勢力，有幾位互相拉攏嘅，即係可能互相對打，對打完之後可能又大家互相扯貓尾咁，有啲嘢互動性睇緊啲冇咯，係即係打一個打一個啦，就打輪住去死。嗱，你話互動性方面其實幾局限，因為一係嗱佢最初嗰陣就大家都唔知道大家係邊個咁好似。咁所以其實你見到嗰、那個結盟關係基本上係唔存在嘅，除咗話男女主角。咁同埋同樣道理都開咗一個極大嘅外掛，就係佢兩個加埋就乜都知。咁所以就令到其實大利拉嗰啲人咧，就係、是、一就結盟唔到，因為大家都唔知道大家係邊個。第二就因為始終都利害關係啦，咁結盟嚟冇乜用咁樣。咁其實就如果大家都係俾一個全知全能嘅人喺度等住俾佢隊嘅咁樣，全知全能嘅兩人，每個月你一個，每月你一個隊俾佢隊。咁所以就變咗好被動啊！嚇咁同埋啦，另外一個北啦，你可以話就係、是，我北敗我兩部機咪得咯？點知北完佢唔死，原來佢兩部機，因為佢係神嚟，佢玩第二 round 所以佢兩部機。即係本身唔係，其實本身遊戲就唔公平嘅，每個人嘅手機質地唔同。能力都唔同，本身大家參加呢個其實好小事啫。唔係，即係作為一個公平遊戲嚟講，其實好簡單，連主辦單位阿宙斯都係睇好雪飛，其實俾著數佢嘅係咁就係、是，即係連大家能力唔同，手個質素唔同，社會地位唔同，你參加遊戲本身已經唔公平啦，好多地方都係。即係有啲人係總是選手，好明顯贏嘅，有啲人做炮灰嘅就係、是、你記得。咁冇嘢㗎，個社會都係咁㗎啦，有啲人有錢啲，有啲人窮啲，咁係正常。所以就話呢個遊戲其實根本起跑線從來都唔會均。一開始就已經係有問題啦，就係、是、呢個 game 係。講緊最強嗰三，其實如果真係要講咧，最強嗰幾部手機就係阿雪輝嘅無差別日記啦，阿市長嗰份 Diorita 嗰份後門日記啊，佢北嘅嚟嘅，唔好講住啊。跟住就最多都係阿萊衰嗰份手提機，跟住冇噶啦。你諗下細個豆丁正體嗰日記點同市長打？最強呢三個啦已經係、啊。其他嗰啲唔係進攻型嘅啫。咩其他嗰啲？就算你一係就能力就太低。嗱逃走日記攞嚟著醋嘅，佢進攻能力根本上就基於佢個人嘅技巧。咁你話千里眼同埋嗰個分仔防守型嘅戰士。千里眼分仔同埋養狗咧。其實都是比較被動的，因為其實同埋都係要人數量，自己身體嚟㗎。係啊，但係其實強化人數啫嘛，但係一加等於二啫，但係唔係唔等於牛奶嘛，唔係都係打唔贏㗎嘛。唔係一加 n 加 n 唔等同牛奶呢個 n 乘呢個 n 乘 n 啊。牛奶係無限啊，錯啦。n 次方嘅 n 次方嘅 n 次方嘅牛奶係無限啊。咁啊，所以其實成個遊戲就都係同你玩嘅啫，就係。所以我覺得成個遊戲就係玩嘢都係，即係食遊戲穿波煲之後咧，其實即係越嚟越佢 QB 騙過咁啦，就係玩你啫嘛，就係實際係。佢去到後期，老實講，即係你話純粹變咗雪輝到油奶嗰個位啦，你話佢係好似好感人嘅催淚咧，佢又唔係好覺㗎啦。點解咧？嗱，站喺一個普通嘅佢，好似你當個愛情片啊嚇，有個戀人啦。佢哋兩個經歷係咩咧？著草劈友，著草劈友禁止培育，禁固劈友背叛欺騙，然後兩個瞓覺，屋企又死人，乜都有。阿博濕佢老母，隔離擺都有啊！啊拜堂啊，隔離阿爸媽個骨頭啫嘛，即係嗰類咁嘅嘢。嗱，你話個事件嘅重要性，我唔好理佢住先。但系个事件对于感情推演嚟讲咧，其实有冇咧？
老實講就唔覺嘅，就真係冇乜嘅。邊有啫？有啦。甚至可以話信任度嗰方面係不斷喺度浮浮沉沉嘅。一上上落落，上上落落。油奶對雪輝根本就一個已經爆曬浮半曬。咁純粹只係一個坐咗你隔離半年嘅同班同學，有時佢抄你功課，有時你抄功課，有時打下交，有時爭下食飯，同一道理嘅啫。只不過嗰個同，只不過係阿同學 A 唔係即係阿同學 B， 即係油奶咧就對阿同學 A 個好感度唔知點解高到過咗火嘅啫。長期都係滿嘅。唔係滿啊，係過咗。是爆了的了，爆了两条三条的了，由爱变恨，由恨又变爱之类。但是同样道理，但是被爱那个没理由，就因为那个是傻的，他就要一直都要喜欢他的嘛，即是件事来的。不是啊，他不喜欢他，他说 I don't love you 会被人捅一刀的，所以不要乱来啊。我不会说留住你的心，但留住你的人，你骨头在这里好像爸妈那样。哇，阿尤拉，我算第三就会咁做嘅会。阿尤拉系啲咁嘅人嚟噶嘛？系咯，大家都知噶。你咁多讲噶啦，即系即刻第二日你就话要变骨头啦。咩第二日啊？三秒后你变死尸啦！真系啊，真系。所以其实你话佢去到后面，老实讲，你又唔觉佢感动噶。同埋更无厘头嘅咩咧？就系你纯粹两条友喺度慢慢喺度磨耍下感动，磨下剧情，磨下集数，冇乜问题。但突然間彈咗九號同埋烏魯嗰個咩嗰個試圖咩烏魯烏魯啊，定係唔知咩 MK2 啊？係啦，嗰只 MK2， 嗰只 MK2 喺度打，就變咗怪獸大作戰。唔係嗰只 MK1 嚟嘅，如果打嗰只 MK1 啊係 MK1 嚟嘅，嗰只 MK1 喺度打，超能力大戰啊嗰度就變咗超能力大戰，即係好似銀高最尾嗰集咁樣。咁你開始喂？我明明嗰邊喺度準備點立足燭光晚餐喺度雪得緊，即係你嗰邊做乜鬼嘢？哥斯拉大戰外星，關公大戰外星人嗰度，關公大戰外星人咁樣，喂點啊？我張台上錯都未上咗，點立足、啊？你打到學校爛曬喎、啊！你哋屈事啊，大佬！即係嗱，你站喺個劇情開演就會，你嗱你笑啦，我絕對唔會係咁啊！你肯定落下雪花啊，揾啲咩啊？大畫面女主角個頭擺喺左邊或者右邊，隔離落下雪啊，咩櫻花樹下面嗰啲嘢，落雨就有落雨，即係你有啲鋪陳好正常啊，但係佢個鋪陳就後面兩隻怪獸喺度打咁樣咧，咩事啊？在世界末日，然後條女又攞住把刀咁樣，咁你覺得點啊？在世界相戀啊嘛，啲叫做嚇。哦，係咪一個世界末日嘅景象，放火燒飛車落嘅畫面？你冇任何嘅背景可以 support 到你話點解依條仔會OK 啦，我去救條女啦，即係冇嘅。嗰、那個演繹方法亦都係好差。即係你咁講，雪輝救阿油奶，人情上嘅都唔該，愛情上完真係人情嚟嘅啫。人情嚟嘅根本係。大佬，好似你去飲咁樣咧，俾2000蚊擺低算啦，不如。我識你，我識你，我唔想你咁樣，唉，救你啦。因為你之前救過我好多，所以我而家救翻你係唔真係，我買翻盒千達出奇蛋咩啦？又點話啫？真係咁嘅咋？真係滿足曬你三個願望啦。都係咪我捅佢自己刀啊？真係係咯。佢要love啊嘛，都係三樣嘢啫。嚇、啊，咁所以就。会造成可以话几为人诟病啦，但系无可否认嘅，佢动画版系做得 OK 嘅，即系你话剧本上佢系咁嘅，咁龙冇得拗啦，咁佢跟得好足，咁你话作为原作嘅读者嚟讲嘅，演绎得好好嘅，你话补翻佢动作位，系啊系好好嘅。即係作為一套動畫化作品嚟講，佢係好好。但係如果你走去睇翻漫畫，你會反台嘅應該，亦都冇乜需要去睇翻漫畫嘅。老實講，算得漫畫版。係因為漫畫嘅早期作畫好差啦，頭先已經講過啦。唔穩定啊，同埋佢嗰個，因為始終佢動畫補完翻嘅動作場面咧，係非常之好啊，同埋都幾多下。仲有補咗唔少，好似過場問題。係啦，咁其實所以其實你去睇漫畫嘅必要性係好低嘅。其實佢嘅動畫化係非常之出色嘅，做得。有個疑問咁話，佢幾多時得好似影財運得啲時間出嚟嘅地點嘅，但係冇意思喎，我想講係冇實際。嗱、漫畫版好似都漫畫版有都 有，但你都依然會發覺佢做翻突然間跳，突然間你點解會突然間又好似跳咗？三個月後，佢最特別就係啲時間通常都冇乜用，係冇乜用。地方會有用，但時間係冇乜用。你時間冇用不特止，你啲集數好似跳緊咁嘅，佢又唔係玩生死線，突然間跳咗五個月後嘅生活。唔係啊，唔係啊，係你睇漫畫應該會察覺到嘅，一份一份咁睇嘅話，係會突然間冇咗，點解好似冇咗集咁？好似又冇咗集咁嘅咧？
哦，之後補翻咯，之後啦，去到後面仲亂。後面係好嚴重㗎呢位，你會突然間，一巡目定二巡目定三巡目係而家想點啊？係突然間冇咗，係突然間冇咗幾日咁咯，好似即係冇咗一集喺度。即係臨尾愛在世界相戀。佢唔同你打單機，你下面會寫住你而家係第幾關。佢唔係 P 科啊。咁可以冇㗎，你係如果你係好亂嘅，去到後面就。P 科標題其實有意思㗎嘛，一嚟跟遊戲原作，二嚟佢真係。前日、後日、今日有連係，但呢個日期完全嘥時間，我唔知做乜嘅。佢個時間係唔除非你話攞嚟免費翻第一週目，但又冇用喎。即係我只會答你咯，佢距離呢個遊奶嘅 Love Love 日子有幾遠咯？係咯，倒數器嚟嘅，咁咪用 Face Zero 倒數器。係咯，嗰個仲靚，零即刻零咗就。Face Zero 佢嗰個時間又冇乜用嘅。有用，大結局最尾嗰章節嗰個講。章節嗰個位。佢每個章節都有啲數字。佢有個負唔知幾多噶嘛。嗰啲就冇乜用。打到最尾最後一集。冇乜用，但係靚過呢個。唔係，有用。去到最尾一集，零三二一零完咗。最尾一集我睇先，你哋。未睇。唔係先，我今次睇咗得我知。快睇。今日估都會咁噶啦。佢出得呢個計算，即係開頭你睇唔明，但睇最尾，果然就哦，原來咁嘅意思，會覺得好正。但呢套嘢冇啦。我開咗頭幾集之後，我見到個時表，開咗幾集，肯定係倒數嚟嘅。我已經睇到㗎啦。係。唔係，我哋唔好講飛絲喎。係啊，嗰邊你哋會有慢慢我。我都拗緊頭。喺呢度咯。點解未來仲有倒數頭幾集？未來日記佢 set 個時間。但係冇意思，即係冇用㗎，冇用㗎。其實你純粹睇話佢個日夜變化，睇佢背景啲光暗已經開咗。漫畫冇呢啲啊嘛。即係嗱，譬如話你唔好要求漫畫啲。你舉例好似話有用啲嘅位，咪話四號即係差佬喺度追佢哋咁，但係喂你有日夜變化㗎嘛？我唔係傻㗎嘛？我又唔係十二號，我又唔係盲嘅，我唔係會唔知嗰個日頭定夜晚㗎嘛？而家咁你個時間係冇用嘅。咁當然啦，你漫畫跟翻，咁我依個可以唔理你。即係初頭以為可能，即係我睇漫畫啦，初期以為作者可能要好似 Kuka 咁樣計時間，主角邊度到邊度要幾多分鐘，佢要計住未來日子，即係未來預言。答地址啊你？唔知預言啦，可能佢幾多分鐘之後發生啲咩事，佢計時間。我諗就係咁嘅，但到最尾都完全冇用。呢樣嘢其實你唔可以話係錯，佢因為佢個電話係有寫時間嘅。係。好似阿雪輝係講到明係佢嗰本日嘅每十分鐘更新一次。係啦，有寫時間。如果冇被更變嘅情況之下，每十分鐘更新一次。所以懷疑係咁用嘅，拖頭作者唔知寫日期內會無啦寫個日期時間落去噶嘛？可能咁用，但就完全冇用過又。係啊，但又係浪費設定咯。就係。因為同埋實際上啦，後期可能好啲啦，前期其實有個問題就係佢本日記 show 出嚟嘅次數唔算好多嘅，特別係漫畫，即係動畫其實係 show 個日記嘅嗰個電話俾你睇嗰個係，其實 show 得幾多下嘅。後面嗰超人嚟大戰，使乜 show 嘅幾俾睇啫？冇意思啫 ，show 嚟咯。即係你都會始終被動咯，就係話喂個日記咁樣你。你有冇俾人睇？有冇用過呢？或者係咁樣，可能俾鬥智遊戲咯，即係佢 show 劇出嚟，唔係俾著，但係俾啲讀者睇，讀睇之後會同主角切身處地咁諗下，主角咁嘅情況就係點樣解決事件呢？即係我會有啲懸疑性嘅。後期又多翻啲，咁就但係即係中段咧，冇話後期啦，即係真係後期俾怪獸打怪獸啊嘛。係啦，大嗰個大後期就算啦，啲機關槍日本多啊嘛，仲使藥劑都嘥氣啦啫。咁啊冇乜補充啦，最後啦嗱，佢動畫版有樣嘢就我覺得幾特別嘅，即係佢喺最後部分咧就會做嗰只Mark One 啦，即係叫只 Mulu Mulu 啊，定係唔知咩啦，即係佢哋試圖啦嘅一啲笑話嚟嘅，嗰啲係一啲搞 gag 嘅位嚟嘅，純粹係單行本。即係譬如咩由奶變大變細啊，咩變大變到縮到變咗 B B 啊，縮到變咗做小矮人啊，變咗做平胸啊咁樣。咁啊，玩下呢啲咁幾得意，譬如俾下個百合女俾到啊，防水電話俾你偷下啊，咁樣呢啲又幾好玩嘅，老實講。甚至佢有啲位係有用嘅。即係譬如話補完翻啲故事，點解佢啲嘢會做呢啲人？老師係啦，老師焗住喺嗰啲位出啫。又補完喺要食豬扒飯嘅警察啊咁嗰啲。佢阿媽打電話度先好笑。係啦，係啦。你打個電話唔該，咁事即刻。即係嗰啲有啲笑位嚟嘅，但係有部分其實係同個劇情有關，係有啲補完性質嘅。係。佢發揮到呢兩樣嘢，咁
其實漫畫版亦都有啲類似嘅嘢嘅。唔係，嗰啲本身就漫畫。唔係漫畫本身有嘅。就係因為兩本單行本啦，一本就係呢啲嘢啦。唔係佢夾埋係十咩？佢係十二本正章加兩本外傳嘛。係啊。一本就呢啲嘢啦。唔係一本就係阿九姐嘅逃跑嗰段時間啦。逃跑日記。唔係佢個係佢由阿九姐第一次同阿雪輝交鋒走佬，即係而家應該係阿而家動畫版咪補咗佢同阿。有點會換個髮型咧？咁嘅事件咯。點依家動畫應該做翻曬嘅。係做翻曬。因為我冇睇嗰集，嗰本我冇睇啊。但係我應該理論上就係補翻曬佢同阿某個男人點解會。某個男人會搞上啦。點解會搞上嘅原因啦？唔動畫有嘅嗰啲。嗰啲係動畫補翻。呢條小輝仲好過男女主角線喎。係啊，明顯。係啊。明顯有理有個極啊！噱頭啊，劇情上啊，發展完全合理，合情合理，真係話真係。另外一本就係 BL 啦。啊 BL 咧，溝女日記。啊 BL 代啊代啊雪輝。代替咗阿雪輝。就跟住阿 Mulu 代替咗阿尤禮喺度搞搞陣。好好笑其實都。嗰本嚟搞笑嘅。好合理喎，但係。好合理咁喺度搞笑。即係佢嚟救咗個六號啊！咁樣男人講大話咁嗰啲咧。即係好多得意位，但係因為講到啦，咩因果律啊，又見到一條好神秘嘅，講得簡單啲，喺度夾緊完咗咯。其實幾得意嘅，即係譬如 Kuso 啊，依個老師啊，即係如果主角好似雪輝喺呢個 BL 偵探嘅話，會點樣發展故事咯？哇！佢唔使玩，即係如果你要睇，佢變咗就最強噶啦。你要睇漫畫，又可以睇嗰兩本番外，就唔係睇個正傳都好嘅。番外好睇過正傳啲㗎。咁當然啦，你要去到最後一點就係、是。佢嗰、那個係咪真係做劇場版啊？佢話有咋嘛。佢話有囉，但係可以做咩呢？剪輯版或者係做嗰本唔知你嚟做咩嘅搞笑 BL 囉。我覺得做唔到嘅，我最多做再剪輯嘅啫。應該剪輯版嚟嘅。唔係，咪做第三個世界嘅未來機大戰囉，冇嘢㗎。唔會呀、第三個世界。好簡單，因為第三週末呢跟住冇發生嗰事呢走咗嘛。但係第三週末嘅宙斯都會死㗎嘛。第三週末嘅神喺漫畫版最尾講過㗎係尤奶嚟㗎。咪俾尤奶㗎。你未算俾尤奶之前可能叫大戰㗎嘛，可能就即冇講到明唔大戰。漫畫啫，但動畫冇㗎嘛。動畫冇係呢個。所以動畫劇集咪可以做呢段囉。哇你咁都講得出真係犀利啦。尤奶千方百殺曬其他十二人之後再一錘打爆個屏障。冇十二個㗎，計埋自己12個㗎。十三個十一個啦。十三個。PSP 遊戲加埋個色。係 PSP 有多個啦。PSP 都可以。咁佢加落去咁就殺咗就哈落個牆壁救返雪輝出嚟。PSP 故事係可以做嘅。可以嘅出嚟嗰啲個。係囉。點呢好完美呢兩個。我呢諗咗自己首先自己諗啫，你唔係完美，你只係唔老馬啫。係啊，只係老馬啊！你今次咁好彩，你冇老馬到啫。你好彩諗到個 PSP 嗰個出到嚟。係咯，重製咗啦。不過 PSP 嗰邊就重製咗。知啦，佢而家就拋出嚟講，都未有消息嘅，咁可能等下啦，或者可能。唔係重製咗，話就話重製咩 ？PSP 嗰邊就話重製咗。即係俾翻，即係個畫面就依然仲係，即係畫，即係講緊啲，只係俾多咗配音啫，冇啦。咁另外嗰句啦，頭先我哋講到最後㗎啦，呢度佢話好多嗰啲咩唔見咗啲畫面啊，打格仔啊，咁啊要睇係要睇翻 Blu-ray 嘅，咁佢都好誠實咁俾翻你。好誠，唔係誠實，係必定要俾翻你。咁所以咧，亦都好應景嘅就係依排好興嗰啲咩東京市嗰啲咩，就喺度係咁啊話嗰啲深夜動畫啊，依套咩亂倫啊，依套暴力啊，嗰套色情啊，咁啊係好反映呢個現況啊咁樣。暴力個大屠殺。佢講動畫啫，而家永遠趌緊嘅都係動畫，唔係真人啊嘛。佢好中意趌呢啲嘢㗎。佢哋永遠趌緊都係二次元，唔係三次元啊嘛。算啦，嗰啲嘢，嗰啲嘢仔就。不過嗰啲題我話啦，純粹。我哋用一次開一集講下咯，冇嘢㗎。好啊。係咯，遲下先講啦。唔好亂開支票真係。咩事咧？唔知喎。你知唔知我哋兩個邊個嚟㗎？好，完啦，拜拜。好，下機會再見，拜拜。拜拜。好，下機會再見，拜拜。拜拜，好，下機會再見，拜拜，拜拜，好，下機會再見，拜拜。